公斤吼，我发现皮肤真正高老顿啊，其实听刘老师遮详细解说吼，真正若无遮详细听，啊无预习啊，就是咱家己厝里先预习吼，来咱来听伊讲讲。当然伫即一十九分内底吼，发解通化分第十九节即一种啦，即一分内底吼发一个体会，啊，就是讲。伫咧修行学道的过程内底，要如何会当讲，迄个自心无自，当然即个意境，吼、哦，要以迄个三心不可得为因，啊，要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为缘，啊，可以当自心无自吼，我发现最有体会就是讲，咱咱可能即个现象内底，即个方面咧修吼，不过咱一定拢可以自修。啊，佮有充足足金，而且得失的心啊，伊何法即一处还是新春观来做一个比喻啊？何法哦，真正伫啊未开始学习的进程吼，迄两三个月拢真正会使讲要困，就是安尼模模标标咧困吼，逐天拢咧上资料，啊，若甲电脑司机爬山拢咧问电脑司讲要安怎要安怎，啊，而且过程也是讲咱真正有所做，咧无所做吼，真难，真正做难。我第一摆咧讲，甲电脑师讲，吼电脑师伊听是，我惊看到伊十个吼，我读下拢无去啊，都拢自调呀，毋知要讲啥白天伊讲要哭落来。啊，所以讲咱伫即个时阵咧修吼，伫即个做浅学的时阵咧修，讲要达到咱获得而且意境有所困难，但是这是咱的目标，甲咱的方向。啊，我发伫即个体会过程，感觉讲，我亲像我去到菲律宾新马。安尼走一撮了，各位亲戚，伫咧咱袂真正体验的过程，咱毋知影迄个人讲话讲没关系，我可以吼，这是来讲来以咱的体力，咱即六十岁还阁算袂歹吼，吼，迄前年坐到菲律宾卡龙进来啊吼，各位亲戚，咱应该做的去做体检了，咱才知影讲原来咱做的还阁足少，所以咱无亲身体证照，就无深刻的印象。啊，无深刻的印象，你就毋知影讲过去的经过者，过去的开荒者，因是偌尼么辛苦。真像即一撮工内底要甲电脑师走三个所在去上这個新春官，其实嘛有足侪爱去经历的一些过程。当然，互你坐车就好啊，你食饱坐车去坐十几点钟，坐飞机坐四点半钟，来落飞机吼，安尼顿一下，你耳朵就憋一下，啊顿一下憋一下。你听两三工，迄个过程较体真苦，过去前过车，因个辛苦啦，咱个老前人啊，咱个因为输因安尼伫只外口咧泡的这个过程，啊要怎无助？你若爱无助，你较会轻松嘞。迄杨哥阮甲我互我讲吼，啊，迄个你梦想讲要落飞机啊，人坐广播落飞机，你耳孔就开始疼，你拢莫甲做，互我甲迄个顾问一边啦，到尾啊，伊先疼啦。伫新加坡要倒来坐四点半、点半钟，医生伫遐在录片哦。录啊，你是拢袂听，害你录片啊，伊讲站咧困无好啦。啊，自身咱出外去吼困，当然即个自即个迄个凌晨吼，啊平咱个凌晨个面，伊着伫遐直接我都去适应。我像我去到马来西亚要困，啊去到有十二点啊啦，啊讲来来江苏你困正啊，啊佮后壁对一个老先生啦，多新鲜。叫江苏昆明城村那种打地铺啊！你刚刚去昆明，我老婆生来打地铺，昨天来打地铺，老婆生去昆明城啊！啊，是坐倒咧困尔，十二点半坐透早六点要用餐啊，到有法度困。啊，加工叫要搁爱补课，而且去到一个无设施的环境，互我感受讲吼，咱只要去亲身了，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开荒者他们经过真是偌辛苦。那么，伫咱学习的过程，互我。亲身体会着讲，咱应该做就爱去做，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哦，绝对没理由，绝对没理由，因为咱过去咱即阵有遮尼好个生活环境，是过去个前辈者吼甲咱拍拼来，那么咱要如何来拍拼讲，无咱个下一辈个即个学校，佫较有较好个环境来学习，当然这就是咱去吼、哦、承接个一些责任甲使命啊，这是我发一个体会啊。啊，当然，讲要学到像今日这通话吼，这不是遮简单啊！这要真正讲来到讲发解通话，一切发展，人讲心境发展、无心发展，或者大环境内底，你要较通话，
这个是要努力啊，我们真的是要去努力，我们的心境怎么去转世成智哈、啊？这当然这是一个功夫啦，对。感谢莲师慈悲给后学一个分享的机会啊！各位姐姐，你刚刚不会的，这稍微讲过，咱就是讲去个提振看看哈。安尼你就知影讲，过去人体证了后的心得啊，当然你有心得，你就真的会提升啊，有心得就会提升。好，感谢姐莲师慈悲，谢谢慈悲。刚才讲到提升了，那助心如助哈，一心一念哈，这三心不可得的心哈，应该拿呢，可能你行过迄个个坐飞机啦吼，还是行过比较迄个远吼，就会生迄个物件。啊，你就是你迄个三心不可的心，去除掉我坐飞机吼，他会听。啊，讲无这根本是听好，我会紧张吼，去除掉，所以你要平常。个个讲了真好啦吼，总是惊是惊假啦吼，所以因为没有经验，就不会熟练吼，所以这嘛，即个咱所以也是嘛，第一个去讲到新春宴吼，咁是当讲师以来第一个讲的新春宴嘛吼，总是真过关啦吼。他是台湾人，讲修的这个法门哈，那有法度达到一个清净。那当然，伫这个永安莲师慈悲甲咱讲的这呢，哦，无非嘛就是讲咱大家虽然是得到顿悟哦，毋过，伫咱得到的当下呢，未必然已经达到了迄个。顿悟的心境，所以讲呢，咱就会当借着这个这本内底呢，互咱去了解。主要就是讲为什么要去执着了解外在的一切？不执着外在的一切，也就是讲无执着着有形甲无形。心中的咱一定要达到了解这个空，但是这个空呢，不是无的空，嘛就是咱自性本空，伊是迄、那个，伊是清净而无碍嘛，所以讲呢，也就是因为来到这个世间，咱无法通达到了解这个空，当然无法通达到见性，所以讲虽然修出一智。当下呢，没办法顿悟，也就是没办法去通化吼，去达到通化。所以呢，必定要借着咱大家学习的迄个过程啦吼。当然，伫修行学道呢，当然可能要予咱学习的机会会很多啦，也是会使讲真济课程。所以讲呢，爱多听多闻多看。然后呢，咱会当家己用伊这个心，自然语言，咱会当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体悟，那么呢，不断的精进，那么呢，自信呢，会当不断的来达到迄个顿悟，明心见性，所以讲呢，伫遮确实是感觉讲，当然，遮甲咱讲的就是讲伫。
不惜方便，哦，当然袂当有所无所功德啦，哦，都包括伫咱每个人的这一种才华当中，哦，咱拢袂当去家己执着所谓的我人我所傲慢，哦，拢总是爱家己达到一个通化，哦，因为咱若是去执着咧，变成就是没办法达到自信的清净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。那么在这个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呢，哦，免怎会当净化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可能达到一个通化，哦，那么就所行的一切，哦，拢都是袂当见自于所行的一切，哦，咱若如果讲所行的一切呢，把它留下一个痕迹，你心中留下一个痕迹的话呢，变成咱的自信嘛，无法通达到清净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。即、这个，而且甲咱讲的，诶，迄个，哦，迄个方法，如珠，诶，迄个重要性，哦，诶，迄个重要性，那无非就是要让咱达到，啊，自性本住清净，哦，但用此心资料成佛的迄、那个，哦，迄、那个意境，哦，啊，必定，即嘛是就是一个过程，哦，必定是一个过程，啊，因为有当时啊咧。咱来当中多去体悟了解，哦，并行呢，咱可以当心性用功夫的话，相信咱会当趋于咱今仔日修行学道的这个目标。哦，啊，唔使讲，咱对了解这个课，当然呢，咱一定，哦，一定爱不断的学习啦。哦，唔使讲咱伫咧修，为虾米讲爱修慧？啊，慧。就是透过哦学习嘛，哦听人的也好啦，还是讲咱家己自习也好啦，哦，就是凡所有一切的课程呢，哦，这拢是开启咱智慧哦的迄个伊的路径，哦，啊，因为咱会当多听人的，当然咱的体会当然会较侪，哦，对了，以咱学习这个啊明心见性来贡献的，当然咱会当去。随时拢会当去体悟啦吼，啊会当警惕啊体悟，哦啊佫会当去精进。所以讲，无听课好势嘛，感觉讲伫咧修行咧，你讲会当达到哦某个心境咧，可能还是会有很大的困难啦。哦啊，所以讲啊有机会咧，哦就是多听多闻，哦啊因人。啊，好些嘛，感觉讲会当去体会啦吼。对了，伫修道的当中呢，咱变话哦，会当真正达到这一种第十九分的这个意境。哦，啊，当然是爱时时听着七啦，因为啊，像我这劣根性较重的人吼、哦，当然唔是遐简单就有法度人去哦去达到。一个很好的境界，哦，啊，不过，哦，嘛就是爱照着不断的学习，哦，安尼慢慢，哦，来做一个啊，这个进化，哦，这是我是感觉啦，啊，而且大家互相勉励啦，吼，啊，豆豆啊学习啦，哦，啊，咱讲开卷有益嘛，啊，当然咱今日去听侪听少，总是互咱听有的时阵甲有的所在。安尼对咱哦，就已经有帮忙了。因为我的感觉修道，要讲一群有法度人讲立竿见影，那伊或许是感觉有困难啦。哦，啊嘛是得爱照着讲用时间，哦，用时间，用长的时间来达到我们所要的。哦，无办法咱伫当下，哦，啊唔过咱用着长的时间，咱有法度人赶快达到伊。达到一个哦比较好的那个意见，哦，那就是讲这是伫内在，啊，伫外在来讲起咧，能够小可食得买到，就是讲哦点点滴滴会当予咱做，啊，咱就去甲做，哦，万一讲我讲啊这小事，哦，这交我无关系，哦，啊讲啊这小事我毋免做，我著爱做大事，哦，毋是安尼吼，就是讲会当做啊去做。啊，豆豆啊，累积，自然就有法度通
达到一个外在的圆满以及内在的圆满，这是我是会感觉的。好，那很好很好。谢谢。你今天，谢谢，只有一个哈。